这是我们 ESG 能源管理仪表板，那它可以反映我们现在的能源效能。触碰萤幕，轻轻一按，减碳效能一目了然。为了有效降低耗能，银行资讯中心建置智慧监控，提高用电效率更有感。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用电量非常庞大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开发一个系统，监控到每一层楼、每一个机柜，然后每一个配电盘、每一个机器，它的所有的这用电的情况，透过这样一个智慧的监控，那我们可以做针对性的节能，然后就可以把整个节能的控管那个用电量跟耗电量做一个。有效的减少。金控业者携手五大子公司参加金融博览会，以低碳、数位两大策略，特别打造 ESG 主题摊位，产险区推出视讯投保服务体验，成为一大亮点。客户他只要利用他的手机，不需要再额外下载任何 APP， 就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完成投保，快速又便捷的取得保险服务。那业务员也可以随时随地帮客户进行投保，资安以及各自的保护方面，我们都全部依照最严格的标准来让客户做最放心的远距投保。2023金融博览会，金控业者实践永续承诺，展示多项金融产品与消费者热情互动，展现金融创新力。三立新闻古高树、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。